猫罗溪摄影协会展出的风景生态之美作品联展在南投市清水主题餐厅举行。餐厅经理蔡彩萍感谢猫罗溪摄影协会理事长林义志带领所有的成员到餐厅举办画展。我们今天的活动是邀请到我们猫罗溪协会理事长林义志所带领的所有的摄影家来到我们清水艺廊这边来做一系列的展览。那他们的档期有四个月，那今天我们更高兴猫罗溪协会的理事长林义志所带领的团队来到我们的现场。那我们现场今天大概来了大概有80位左右，在这里也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清水艺廊清水主题餐厅来欣赏他们的画，他们的摄影展的创作。本次的摄影展作品是由17位摄影大师所拍摄，活动当中并邀请素描大师现场绘画与盲人钢琴家到场演奏。县员赖燕雪表示，这是一场人文与艺术结合的作品展，欢迎民众前往欣赏。音乐有爱，艺术无价，美食的一个飨宴。我想这一场飨宴呢，是我们人文艺术文化的一个结合。我想艺术是一种生活，也是一种美学啊，串流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么借由这一次我们摄影协会所举办的这些作品呢，让我们欣赏到南投美丽的每个触角，在我们享受下午茶的同时，也可以呢做一个非常好的艺术文化飨宴。现场的内容相当的多元，相当的丰富，有我们的盲人钢琴家，还有我们的素描大师来为我们相亲做素描。我想每一种的一个艺术文化的一个节奏呢，都是能够虏获我们每一个县民的心。县员罗美玲表示，猫罗溪摄影联展的作品十分丰富，展期为期4个月，欢迎乡亲一同来欣赏。猫罗溪摄影协会林义志老师的这个带领之下，他率领了17位的这个摄影师呢，到清水这边呢来做这个摄影的这个展览，那作品呢非常的这个丰富。如果好朋友们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到清水餐厅这边呢来做这个观赏。那整个展期呢，从今天开始为期4个月，除了有这个美的飨宴之外呢，也结合了这个公益活动，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我们南投市的市民呢有空的话多到这个清水餐厅来走走看看。这场生态之美摄影作品展即日起开始在清水主题餐厅展出，为期4个月。县员罗美玲及赖燕雪邀请乡亲在享用下午茶的同时，也欣赏优美的摄影作品。记者陈建豪南投采访报道。